约尔书第一章，耶和华的话领到皮图尔的儿子约尔，老年人呐、啊，你们要听这话；这地所有的居民呐、啊，你们要留心听。在你们的日子或在你们祖先的日子，曾有这样的事吗？你们要把这事传于子，子传于孙，孙传于后代。简虫剩下的蝗虫吃了。 蝗虫剩下的男子吃了，男子剩下的马蚱吃了，酒醉的人呐、啊，你们要醒过来，要哀哭；所有嗜酒的人呐、啊，你们都要为甜酒哀嚎，因为甜酒从你们的口里断绝了。因为有一名上来侵犯我的国土，他们强大又无数，他们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他们有母狮的大牙。 他们使我的葡萄树荒凉，折断了我的无花果树，把树皮剥尽，丢在一旁，使枝条露白。你们要哀嚎，向少女要束麻布，为她幼年时许配的丈夫哀嚎一样。素祭和奠祭都从耶和华的殿里断绝了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也都悲哀。田野荒废，土地凄凉。 因为五谷毁坏，新旧干结，油也缺乏。农夫啊，你们要为大麦和小麦羞愧；修理葡萄园的啊，你们要哀嚎，因为田间的庄稼都破坏了。葡萄树枯干，无花果树衰残，石榴树、棕树、苹果树，田野所有的树木都枯干，因此欢乐从人间消失了。 祭司啊，你们要腰束麻布，并且痛哭，在祭坛侍候的，你们要哀嚎，侍奉我的神的，你们披上麻布进去过夜吧，因为素祭和奠祭都从你们的神的殿中止席了。你们要把进食的日子分别为圣，召开严肃会，聚集众长老和国中所有的居民。 到你们的神耶和华的殿里，向耶和华呼求，哀哉那日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。那日来到，好像毁灭从全能者临到一样。粮食不是在我们的眼前断绝了吗？欢喜与快乐不是从我们的神的殿中止息了吗？谷种在土块底下朽烂，仓库荒凉，谷仓破烂被拆毁。 因为五谷都枯干了，牲畜发出哀鸣，牛群到处流荡，因为没有草场给他们；羊群也同样受苦。耶和华，我向你哭求，因为火吞灭了旷野的草场，火焰烧尽了田间所有的树木，田野的走兽也向你发喘，因为溪水都干涸了，火吞灭了旷野的草场。 约珥书第二章，你们要在喜安吹号，并在我的圣山发出警讯，让国中所有的居民都站立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，必然临近了。那日是黑暗幽冥的日子，是密云漆黑的日子，有一对众多强盛的民来到，好像晨光满布全山。这样的事从前没有发生过。 以后，直到万代也不会发生。在他们前面有吞灭的火，在他们后面有燃烧的火焰。他们未到以前，大地像伊甸园；他们过去以后，大地成了荒凉的旷野，没有一样能逃避他们的。他们的形状像马的形状，战马怎样奔跑，他们也怎样奔跑。 他们在群山顶上跳跃的声音，如战车的响声，又如火焰吞灭碎阶的响声，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作战。在他们面前，万民苦恼，人人脸红耳赤。他们奔跑向勇士，又向战士爬上城墙。他们各按自己的路前行，并不偏离路线。他们彼此不拥挤，各按自己的道前行。 甚至他们持着兵器跌倒，也不会被剪除。他们冲入城镇，奔上城墙，爬进房屋，像盗贼一样从窗户爬进去。在他们面前，大地震动，诸天摇撼，日月昏暗，星星无光。耶和华在他的军队前头发出声音，他的队伍极大，成就他话语的是强盛的人。 耶和华的日子伟大，非常可畏，谁能忍受得住呢？耶和华说：“现在虽然如此，你们仍要全心全意以进食、哭泣、哀嚎归向我。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，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，并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。” 随时转意，不降灾祸。有谁知道？或许他会转意，并且施慈爱，留下余福，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素记和惦记。你们要在西安吹号角，把见识的日子分别为圣，召开严肃会。你们要召集民众，使会众分别为圣，招聚老人，聚集孩童和在怀中吃奶的婴孩。 让新郎从新房出来，新妇从内室出来，让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在圣殿的廊子和祭坛之间哭泣，让他们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连续你的子民，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，使他们在列国中成为笑谈。为什么容人在万民中讥笑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”于是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地发热心。 连续他的子民，耶和华应允他的子民，对他们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必赐给你们五谷、新酒和新油，你们必吃得饱足。我必不再使你们成为列国中的羞辱。我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，我要把他们驱逐到干旱荒凉之地。他们的前队赶入东海，他们的后队赶入西海。” 并且他们的臭气上升，他们的腥味上腾，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地土啊，你不要惧怕，你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田野的走兽啊，你们不要惧怕，因为旷野的草场又发青了，树木又结果子了，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也都效力了。西安的人民呐、啊！ 你们要欢喜，要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快乐，因为他赐给了你们何时的秋雨，他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就是秋雨、春雨，像以前一样。河场上必满了五谷，榨酒池与油榨必溢出新酒与新油。我差遣到你们中间去的我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男子、马蚱和茧虫。 在那些年间吃尽的，我必补给你们；你们必吃得丰富，并且饱足。你们就赞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名，因为他为你们行了奇妙的事。我的子民必永远不会羞愧。这样，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除了我再没有别的神。我的子民必永远不会羞愧。 以后，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进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也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婢女。我要在天上地下显出神机奇事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柱。太阳将变为黑暗，月亮将变为血红。 在耶和华伟大可畏的日子临到以前，这一切都要发生。那时，求告耶和华的名的都必得救，因为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必有得救的人，在劫后余生的人中，必有耶和华所呼召的。约尔书第三章，看哪、啊。 到了那些日子，在那个时期，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，我必招聚列国，令他们下到约沙法谷。为了我的子民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我要在那里亲临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把我的子民分散在列国中，又分取了我的地土。他们为我的子民抽签，用男童交换妓女，女童被卖换酒喝。 推罗、西顿和菲利士四境的人呐、啊，你们想对我做什么呢？你们想向我报复吗？你们若向我报复，我很快就使报应归在你们的头上。你们拿去了我的金银，又把我的珍宝带进了你们的庙宇。你们把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，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。看呐、啊！ 我要激动他们离开被你们卖到的地方，我也要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。我必把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，犹大人必把他们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要在列国中宣告以下这话：你们要预备征战，要激动勇士，让所有的战士都进前来，让他们都上去攻击。 要把犁头打成刀剑，把镰刀打成矛枪。软弱的要说：“我是勇士。”四维的列国啊，你们快来帮助，在那里一同聚集。耶和华，求你叫你的勇士下来吧。万国都当奋起，上到约沙法谷去，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维的列国。你们要伸出镰刀，因为庄稼已经熟了。 来见他吧，因为压酒池满了，酒池盈溢，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大。无数的人群齐集在判决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的判决谷。日月昏暗，星星无光。耶和华从西安吼叫，并从耶路撒冷发声，天地就震动。耶和华却要做他子民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众子的保障。 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住在西安我的圣山上。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，外族人必不得从其中经过。到那日，大山都必低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出奶，犹大的一切溪流都必水流不息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里流出来，灌溉河谷。埃及将会荒凉。 以东必变成凄凉的旷野，都因为他们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，又因为在他们的国中流了无辜人血。但犹大必存到永远，耶路撒冷也必存到万代。现在我要追讨我还未有追讨的流人血的罪。耶和华在席安居住。